天犬舍来了一位年轻的小姐姐，远道而来自提自己之前选好的狗狗。一到犬舍，看到这么多狗狗都惊呆了。好活泼呀，那么多。对，状态特别好。哎，一看这个就是我的那只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它。那个。哎呀，真可爱。我们拿出来看一下。可以可以。小姐姐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那只，迫不及待的想要拿出来看看。哇塞，你也太乖了吧。哎呀，这么小呢。我已经被她这颜值所折服了。哎呀。嗯、期间小姐姐又看了只小比熊，两只认真的对比了一下。哇，这两只都好可爱呀、啊。这只比熊也不错。但我感觉我还是更喜欢这只一点。应该更小是吧？嗯，哎呀，打哈哈的那么可爱，这么快就开始认小姐姐了吗？这么小，小姐姐是越看越喜欢。我给你拿个笼子吧，明年。嗯，不用了，我给她准备了包包，这里。哦，太用心了，这包包好小呀。放在包包里刚刚好，不仔细看还以为是玩具小熊呢。啊，走了，明年。拜拜。拜拜。